今天总共要唱221首，其中的20首。来，那个念婷，请音看，多高？大概六层楼那么高。来。好，很好，这个 key 啊，停，滴答，来，注意听，每个排湾族人都有两个部落，一个是我们生活的部落，另一个是祖灵的部落。2年前8月，3天不停的大雨冲毁了学校，带着60多个孩子，我们开始流浪。不论是客难的教室，还是拥挤的宿舍，离开家的孩子，勇敢地面对命运的磨练。再怎么辛苦，我们都没有遗忘身为族人的骄傲。我们在部落里吟唱，用歌声牵起无误的双手。我们在舞台上吟唱，用歌声把土地带给世界。我们在生活中吟唱，用歌声感受祖灵的脉动。加油！面对再大的风雨，也不需要害怕。今天，我们的学校要完成了，我们的部落也要永远的离开北大武山了。今天，我们最想做的是吟唱古谣，连结祖灵的部落，在古老的歌谣里虔诚的召唤。召唤祖灵的部落现前，陪伴孩子流浪的心灵得到安定的力量。
各位朋友大家好，热情一点吧。各位朋友大家好，台湾族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我们透过歌谣记录我们的文化，记录我们的文字。因为金汤号的关系，东元团队的进入，我们在部落里面，嘉兴部落、太武部落总共采集了50首歌，50首歌里面大概有1000个字的字源。我们因为金汤号发现到我们族群的美，刚刚前面那2首歌我们一直不会忘记，我们唱的任何一首歌都是跟祖先有关系，跟土地有关系，跟人的心有关系。在唱歌之前，我们一定会邀请祖先到这个地方，告诉祖先说我们正在为我们自己的文字，对，为我们自己的文化在做努力。前面2首歌讲述到，我们是来自太武部落阿仁彦家族、嘉兴部落楚鲁甫家族，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是从何而来。接下来我们要唱一首婚礼的歌曲。你们可能去过很多很多的地方，看过很多的原住民的表演，尤其是在婚礼的部分是会很热闹，但是在排湾族的婚礼之前，它是一个非常安静，那个安静的力量是非常透的，会透到人的皮肤，透到人的心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凝聚的感觉。父母亲、亲朋好友，他会用一个念瑶式的方式交代自己的女儿，你是从哪一个家族出去，你要保有最漂亮的那个美德。听听看，里面总共有完整唱下来有35句，那我们今天只唱2句，因为全部唱完45分钟。那如果你们要听的话，下一次到部落来听听看，听听看排湾族的部落啊。
排湾族的婚礼，我们会这样的歌曲的方式会连续唱三天三夜。好，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唱三天三夜哦。今天，很多人都说泰武国小国谣传唱到底有没有舞蹈？我们一直希望说透过歌声的方式来去传递文化。那我们只跳一种舞，就是勇士舞。今天我们的男生很高兴哦，因为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到这个地方跳勇士。我们来看看泰武国小的男生称不称得上是勇士，掌声欢迎他们。碍于今天场地的关系，如果很大的话，后面的那个小小的小朋友会在半空中呈现漂浮的状态，因为他们很小，前面的哥哥都很大，会跳起舞的时候会把人帮带起来。台湾族的勇士歌在现在很流行，就是出操吧，以前那个时代。那在这个出发之前，我们会用一个人的能力勇气跟很多人的勇气聚集在一起，因为对我们来讲说那件事情是一种尊敬，对土地的尊敬。接下来我们要唱的这一首歌是泰武国小国谣传唱的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叫做 Neo。 要参加这个团体一定都要会唱这一首歌。那我们就今天我们请小小班的小朋友，好，我们泰武国小有分大班小班，我们除了小朋友毕业之后到国中到高中我们一起演唱，但是这一首歌是唱给母亲的歌，我们让小小班的小朋友唱出对母亲的爱，掌声欢迎他们。
你有思念母亲之歌，孩子渐渐会长大。接下来我们要唱的这一首歌是进入到排湾族的情歌。排湾族的情歌大概占排湾族的歌谣里面大概80%左右。排湾族很喜欢谈恋爱的一个族群。我们会透过会有年轻人，会爸爸妈妈陪着年轻人到头目家前面一起唱歌，然后透过唱歌的方式，你一句我回答一句，来考对方的一个文学，然后就看看说，哎，这个是不是值得是不是我们家的好的媳妇呢，还是我们家的女婿，然后透过歌谣的方式来唱。那这首歌叫做心里嘎德夫德夫兰，里面在讲述他喜欢的一位女孩子，长得很漂亮，他就告诉他说，哎，你是哪一位，是哪一家的女孩子啊，你为什么能够长得像神话一般的美丽。女孩子就回答他讲说，因为我们是部落里面最重要的那个家族的女孩子。我们掌声听听看孩子唱情歌。台湾族的情歌很美，这些小朋友从二年级开始唱童谣，唱到现在已经15岁了，可以唱情歌了，终于可以理所当然唱情歌了。以前会说啊，小朋友都开始，都那么小的小朋友就开始唱情歌，因为我们就说，传唱古谣，传承文化，时间不能等，有一天时间到了，他们就会唱出味道。
我等了8年，孩子到了15岁，终于唱出有一点情歌的味道。接下来我们要唱一首也是大家聚在一起的一首情歌，叫做《Little Man》。这一首歌曲很好玩，很好听，听听看。Little Man， 我在后面看那个 monitor， 我都是 在流眼泪了，很好玩。他们自己排自己的戏，他说泰武国小古谣传唱也可以演戏这样子。那个小男孩很紧张，因为他的妈妈在现场，但是要跟他妈妈讲说，不，他们两个没有在谈恋爱了。OK， 接下来我们要唱一首也是情歌，那这首情歌我们用清唱的方式来演唱。
就是用传统式的方式。那很多人会说，为什么会每次都有钢琴，会有吉他？其实我们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做古谣的训练。那吉他跟钢琴其实就像我们一样，我们如果我们要跟鸟沟通，我们就要学会鸟的语言。如果我们有更多的技巧，更多的方式让人家认识排湾族的歌曲，我们钢琴也是一个机会，吉他也是，或者是弦乐都有机会。那最重要的，我们是希望孩子在古谣传统的部分，但是他有创新的思维。我们来听听看他用传统的方式来唱乐乐赛，掌声欢迎他们。乐乐赛，当一个舞台上我们唱歌的时候，我可以看得到两岁的孩子啊，二年级的孩子，我可以看得到五六年级的孩子，可以看到国中的孩子到高中的孩子一起唱歌。我们不用讲太多传承的事情，透过唱歌我们就会看得到传承。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唱这一首就跟我一首童谣。待会呢之后，我们会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唱。那我们中间的时候会教你怎么唱。因为我们希望透过歌谣的方式，让我们彼此拉近更多的距离。掌声欢迎他们。
唱一首相聚在一起，我唱一句你们唱一句好吗？啦啦咿，热情一点好不好？啦啦咿，啦啦咿，很好。啦啦咿哟啊咿，啦啦咿哟啊咿，再一次哦，啦啦咿哟啊咿，欢迎你们。下一句哦，阿里斯那斯那伊达乌拉那德玛里努伊努拉，会的话一定给你掌声。阿里斯那斯那伊达乌拉那德玛里努伊努拉，再次哦，嘴巴一定要打开。阿里斯那斯那伊达乌拉那德玛里努伊努拉。二三，阿里，至少前面两个字一定要对。两句歌词，第一句是很高兴在这个地方与大家见面，第二句的歌词就是因为你的存在，我的存在，让这个时间是最美好的相聚。一起来唱一遍哦，五六六七，来，啦啦咿哟。大声啊！阿里斯那斯那伊拉，一起来！拉拉的玛丽努伊努拉，怎么？你可以再更热情一点哦！一二三，来！啦啦咿哟啊咿，阿里斯那斯那伊拉，乌拉那的玛丽努伊努拉。最后一句，阿里斯那斯那伊拉乌拉那的玛丽努伊努拉，谢谢我们，谢谢我们的吉他老师志杰老师，还有我们青雄老师，因为他们说他们没有坐过高铁，所以我就带他们来了。我们谢谢我们钢琴老，我们钢琴老师因为赶场所以先离开了。谢谢太湖国小国谣传唱，谢谢，谢谢。在欣赏完前面三个原住民大小朋友的演唱之后，以及跟他们的歌谣舞蹈之后，我相信今天在各位的心目当中一定留下了许多的惊叹号。我们是不是在最后再给这所有表演的大小朋友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他们的表演非常的精彩，当然我们今天也借由掌声再来给我们今天六位的得奖人再给他们祝福和恭贺，也请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感谢东元集团，还有我们东元科技文教基金会，感谢郭董事长，当然更要感谢我们自己，因为让我们今天有一个非常充实而愉快的夜晚，也希望在未来还有机会在此跟大家相见。今天我们活动到此结束，谢谢大家，拜拜，明年见。